宋林凤小姐，请问你敢愿意嫁我大君啊？做无？啊？安怎？咱两个人做伙的时阵，我真正感觉我足幸福的。虽然讲啊，你的身份，予我真歹向别人介绍你，啊，不过咱两个人做伙。我是感觉真快乐，我嘛会当感受到你对我的爱，啊，不过我唔甘愿，我的人生永远都是安尼。咱的人生当然唔难安尼，我保证，等我回来了后，一定让你更好的生活啊。嗯，啊是该安怎啦？我需要。为我自己的未来设想，我无想要对着你过无安定的生活，我想要过光明、好个的日子，我想要做一个让全世界的人拢欣羡的幸福查某人。什么是你讲啥？我那一句拢啥拢无啊！我拄只替你挂的手机，都算是。送给你的礼物了。杜哥，你给俺走过去啊！玲啊，你出卖我！我需要的未来，你袂当给我，所以。我只好对不起你啊！我问你，你这个良心到底怎么了？我一定会帮你说，我一定会等来找你。你讲，我的记忆是不是足好诶？较早的代志，每一项我拢记甲清清楚楚。哎，还是讲我记老高去啊？请你补充啊，无底卡你真正不是条狗爷。来，做你解释，我会听。迄个时阵，我真正是一时糊涂啦。啊，不过你犯的是强盗杀人罪呢，所以我真正足惊吓的，唔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定想要弥补你。啊，不过你都让人关在那笼子里，就算我想要弥补，我也无法度啊。别插话，拢是别插话。你若真正感觉你对不起我，就别自我用抓入去了，你无消无息。只要你的良心有一点啊感觉对不起我。你随时用来尴尬，来搞探监，来搞毁灭，当我的面搞忏悔。俺哥你无，你这个你无来。你把我对你的爱放一道较大，用我对你的爱来搞失调。我千防万防，若是无防着我身躯边，你是个恶毒的查某人。是安尼啦，是因为。因为我实在是无闲，我找袂出时间去看你，哦。对，我知，你足无闲的，无闲规工穿水水去食山珍海味嘛，对不？当初时一支手搞送入去，一日外身就走去你林国庆的眠床顶，把你的棉花姐拍入去两公，连你的棉花姐真正把酒搞掉了吧？不能导游，不能问，含弟啊，嘛规个用胖的呀。你来什么路子呀？我拜托你，别这样，你要激动我无啦。
定会想办法弥补你。哈、哦，你讲一个数字，哈、哦，你讲你要偌济，我一定想尽办法，我帮助你。只要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我补偿？要我失去30年的自由，你现在是要怎补偿我？只要素丽，你看了会满意，我相信在你心肝内的怨恨一定会慢慢减少。啊，我给你1000万。三千万，我把我所有生囝钱哦，拢给你啦！我拜托你体谅咱过去的情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即卖真正有钱人安尼哦，拄着代志，拢想要用钱来解决啊！3000万还够不够啊？这通电话一定是阮翁敲来的啦，伊找无我，啊，所以这通电话我一定要接啊。我敢讲无要让你接。喂，国平。啊，你无代志啦吼，啊，子孙讲你互骂念两句啊。啊！你著走甲无看的人。我只是出来散心尔啦。我等一下就回去啊。啊，是不是有什么消息？大，包括精英医美集团制造美国影工厂挂轨啊，我看几条监视器画面。真正是有人在创空啊！这精英医美到底是得势得啥？跟人有关系无？我看未。够查啥呀？无。打开车看，来的，有什么奇怪的所在？我有去厝尾顶的水塔遐巡过啊，现场有封锁线，看起来警方嘛已经搜查过啊。这个来的，我是伫边边找到的，真有可能是前几工有落雨的关系，来的后落公园也看到的，若不是手电仔照到，我嘛袂发现。而且这个来的顶端有一个做特别的图，我都想讲，这真有可能是重要的线索，我都才提上来。这个图看起来应该原本不是伫个赖达顶管的，是后来才刻起。图的形体好亲像是火。我看麦。我会记得我伫个笼仔内底。我身上一个讲的上话动物，伊的身躯顶面，我这都一模一样的车哩。你叫啥名？我会记得伊的外号叫做杜军啊，本名应该是杜光亮。而且我拄仔看这影片的时阵啊，我就看到这个人熟悉熟悉，感觉真正是。伊跟我大弟讲。伊甲精英医美有啥物关系？伊无讲着真呢，啊，不过伊搬了出当的呢，即马应该也搁伫个内底。重点是安怎会遮尼拄好啊？当的，这敢有可能是一个帮派计划？是有这个可能，无唔对啦。
啊，不过即马有着提供这个线索，关于杜光亮啊，你就安尼继续查落去。是。你即马还有时间好烦恼这啊？我主要是针对宏图建设廖乾坤一边，因为即马已经确定这件代志甲伊无关系，出差错的全部拢是精英医美一边。安尼，我自然就知影用什么方式甲廖乾坤拌烂啦。反正即马这也不是我的任务啊，交陈亚去烦恼就好。知影就好啦，飞弟啊，一边的代志啊，你甲管得好些就好啊，其他卖管。你爱我管得好些，你嘛爱甲我讲好平。你叫我送啥给朱丽萍，我是会怀疑你对顾忌秘密哦。那呢，就是因为伊甲罗在兴伊完全足亲的，所以还够有利用的价值。我拢怨恨四十年啊！我根本要直接来拆只萝卜的这朱丽萍，我对伊拢有法度改变我的态度。安尼你也想看卖，罗在英迄个主人，伊家己是重情重义的大圣人，伊是毋是你会接受我？罗在英、朱丽萍、廖乾坤，兄弟，我唔管即摆是要演一个假好人，你是真正龙珠会啦，甚至要雪中送炭。啊，唔过你所为一切唯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插你。永兴集团的造证计划的，这个，你真正是阮党的好兄弟。飞弟，后一个战场就是造证计划，我一定要甲因武甲规拢变过。永兴集团，我要甲拍甲不得超生。第一个时阵进前啊，所有爱忍耐、爱去做的代志，我全部拢会去做。因为欺敌就是胜者的王道。哦，阿姊啊，想袂到你真正的，介有气质，介有迷人味。过去跟阿爹上重要的时刻。我才穿这款洋装，打扮穿的时阵，我心情拢足好诶，欢欢喜喜充满期待。不过已经偌侪年，唔捌有这款心情。我看这衫真正爱看人穿的，这就是你的 size。是啦，莫看也是免啦。我拢爱煮食爱做工过，我免有机会穿这种衫裤，你讲对吧？我是汤阿兄弟。来，姐啊姐啊，你来遮坐。我就唔是款无天良的头家，我绝对给你放脚最风骚的。你看，穿到这水流点吹，是不痛啊？我讲，这堆衫拢你的，是袂当退换。啊？这堆都冇啊？嗯，那好啊。对拢不乖，那有可能胆量我拢有穿，嘛爱看寸尺的哈。嗯？喂，哼，还有多好啦，胆量拢会。寸笑，啊！系啊，啊！你讲要卖衫吼，拢爱摕一款 sample 来 ，sample 拢是上界标准的身材。啊！你看你穿个只下属的，表示你身材好，身材标准嘛。这卖输这堆衫，就是等你来念。啊！就讲这件厝同款，等你来个洗。啊！我爱困啊，不爱跟你讲啊，我来休困。哦，好。唔是啊，